3rd August 2015. Okay, start. Okay. This rabbit, 几岁啊? 应该有2岁多，快3岁, 因为我也是别人送我的，知道吗? 男的? 是男的。 好，可以拿出来。 OK，拿出来。 那个没有。 没有烟，没有烟。OK，放到那个，放在上面这样，不然会跑。放在上面。等等，慢慢。会，痛苦的肌肉。OK，放进来。搬呀，好呀。细细的，喂，你的细的，别删了。哎，可以1.6，OK，1.6。他以前是2.2，瘦了就是吃，就是最近吃不下。 拿不出来了。来，放这边。I think temperature first. 他几天没有大便了？两天。这是 constipated 的。The temperature again. 他有喝水吗？ 有喝。 喝很多吗？ 蛮会喝的，跟平时差不多， 不然就是吃东西吃的很少， 有吃一点，吃很少。 为什么？ 啊？ 为什么吃这么少？不懂，就是他前几天有点感冒的感觉，然后我就给他吃了一点那种小朋友的感冒药，就那种冲剂而已啦。什么名啊？哦 ，fever，OK，40.5。啊，发烧了。嗯，fever。难怪哟。40.5，普通是39.5啊，是 40.5 fever， that's why must take temperature every case 啊。啊，原来是发烧了哈，难怪不吃。所以我们要放这边。 打针吗？好，可以。给他打完可以带回家吗？还是要看？放一两天了。还放一两天哦。因为你带回家也是没有用，我要打2次嘛。我可不可以再带过来这样子？因为我怕他这边会不会有点不习惯。你带回去也是没有用了，他还要 stress 再带过来这样子。他也是热热的，他一定很闷了呢。 他肚子鼓鼓哎，很闷哎，很闷哦。他肚子很鼓哎，他肚子很鼓哎。你别的来宾啊，你没有别的？啊？他有别的肚子吗？一只的是吧？没有。一只就一只。So we check for the pneumonia or not? Check the lungs. But very thin 很瘦了，很瘦哦，他之前很胖的，好像没有吃这样，吃很少。可以，OK，他不喜欢吃什么？他吃点草而已，其他的平时吃的兔粮都不吃了，然后偶尔给他吃点小零食，他会吃一点这样子，喜欢吃的那种，就那个。So fever and very thin， 那看他的口，你做起来，So I check the mouth. 哎呀，就烦。Check the nose, any no don't have discharge. Nose okay. Nose okay, huh? See the teeth, huh? Teeth 有点歪歪的. Okay, bunny, it's okay. 他牙齿不是很正，我觉得，因为吃草吃的很少。但是嘴巴应该是正常的。 等等啊，来 check 旁边的 side there side teeth. Check the side teeth. Inside teeth 断掉了。啊，Inside teeth 掉了。没有吗？牙齿吗？哦，没有，里面有。有，要check。OK， 白妮啊，乖。You see how the teeth there? 没问题吗？别看到，做那个的 feeling 呢。哎。哇 ，quite sharp。 很小哈，嗯，very sharp，哎呦，so the teeth is sharp，so got a file，弄牙齿了是吧？弄到 ，OK，finish。